哇，一不小心弄了那么多。今天出来外面撬点海蛎吃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挺喜欢挖花蛤跟撬海蛎。但是说真的，在厦门我感觉有海蛎的都被撬光光了，都没什么海蛎。你看那边有一个阿姨也在那里撬，反正我们能弄一碗是一碗，能煎个海蛎煎是一个海蛎煎。
是别人撬了一大袋的海蛎了。准备回家喽。哇，一不小心弄了那么多。几个人弄的？太棒了你。几个人弄的呀？啊？啊？你说几个人弄的？你一个人。怎么可能？我一个人弄的。太棒了。你看这个海蛎被我们撬了一个洞。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。嗯，刚刚我看到那两个，有两个年轻小伙在拖人家地洞，那个阿伯过来骂的要死，好尴尬。本来我想提醒他的，想想还是别多管闲事。来海边玩，还是人家让地洞，还是不要给人家动，不然我看那个阿伯，我碰过他好几次，挺好的一个人。反正每天收一点地笼，跟他老婆来这里撬撬海蛎啊啥的，这日子好悠哉。他们这里都拆迁了，他说他这里当地的，所以悠哉悠哉的，真好。回家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回去喽，摸了一点点苦螺，都没什么螺。够我家小妹妹吃。阿姨弄了这么多，来这个螃蟹给你们吃。看一下我们的八爪章鱼，还生龙活虎的在。那，马上进你家，你要咋个猪猪哎？你那边带两个去生了。